你问说组成 DNA 的核苷酸有 X 种，组成 RNA 的核苷酸有 Y 种，那 X 跟 Y 这样两者加起来把相同的扣除共有多少种？我们一一看哦。构成 DNA 的核苷酸有四种，哪四种呢？我写在旁边，去氧 A、去氧 T、去氧 C、去氧 G， 记得有去氧哦。那 Y 呢也是四种，分别是不去氧 A、不去氧 U、不去氧 C、不去氧 G，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重叠的啊，所以加起来 Z 就是4加4等于8种，所以答案是448，答案是448。好，这题他问的是所谓的 DNA RNA 的核苷酸，对，没有一样的，因为一个是去氧 A 啊，这两个 A 不一样哦，请注意哦，这两个 A 不一样哦，一个是去氧腺嘌呤核苷酸，一个是腺嘌呤核苷酸，差别在它的五碳糖，一个是去氧核糖，一个是核糖，而且他问的是核苷酸，如果今天他题目改成我问的是含氮碱基，那就变了哦。DNA 的含氮碱基有 ATCG， RNA 的含氮碱基有 AUCG， 那加起来多少呢？ AUT 这两个一组嘛， CG 总共五组，他问如果是问核论含氮碱基就有五组，加起来全部总共有五种，五个核苷酸核什么，就是说我加手机尿嘧啶，这样写 U 是尿嘧啶。好，刚刚有人问 U 的中文是什么，它跟 T 就是所谓的胸腺嘧啶很像，只差一个官能基，我们之后会讲 再说到它。好，所以这里如果只问核苷酸答案是448，如果问的是含氮碱基会是445。好，以上是单选第五题。